这个感人和好玩的场面呢，今天的节目中一定不在少数哈。哎，好，来看我们下一个家庭，有请。有请。叫什么呀？野兽。行啊，这组先可以过去了，我们继续下一场，下一组的家庭。喂喂喂，没礼貌。哦，非常的漂亮哈。啊，谢谢。这给我们俩。脱一下，脱去一下。脱去一下，刚才没给你面子，现在补回来哈。一会儿一定要练一下，看连花都给。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哈，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？叫陆明雪。陆明雪啊。陆明雪，你跟我们大家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生在加拿大。哦，生在加拿大啊，怪不得刚才这个英文歌唱得这么好。来，哎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米歇尔认识之后，我们赶快要为我们介绍后面两位超级伴唱。谁？来，我妈妈和小姨。你确定他们是你的妈妈吗？他们是刚去非洲度假回来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没带你去啊。因为他们累，不想带我。哎，耀言给我的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感觉的，这个气氛特别好，从颜色方面还是从表演特别美的一个感觉的，表演的已经非常好。那Philip， 那个 Michelle 这样的在法国算不算顶级美女？对，不错。见过这么美的吗？没有，我是这第一次在中国的时候。然后我挺喜欢你的头发，我应该放多一点颜色的头发。还不错，那个小朋友，但我其实喜欢的，我喜欢这个孩子有幽默感，状态放松，然后很生动，像你自己，很享受这过程，
然后妈妈很伟大，啊，妈妈阿姨很伟大，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抹成这样，除非是为了孩子，我才不相信为老公你们会弄成这样，而且还是两个女人这么做了，对，很伟大，很好，谢谢。我们评委决定给她的分数是84分啊，祝贺你。来，你是。接下来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。